床上听人说，车是车主的第二个家，这话一点也不假。家里的房子装修的漂漂亮亮的以后，很多人就开始想方设法的装饰自己的爱车了，通常都是车贴、挂饰之类的。但是到了冬天，很多车主看着空荡的车子，感觉更加寒冷了，于是各种各样的防寒配件层出不穷。第一，方向盘套式，大冬天的手握着冰凉的方向盘，让一部分司机感到很不舒服，于是他们就给方向盘套上了毛绒的套式，看起来温暖又奢华，但是这却是非常危险的做法。套式柔滑的表面会极大的减小手和方向盘之间摩擦力，外加冬天的时候人的手指反应较慢，一旦出现紧急情况，握着套式打着方向盘的手并不一定能及时做出反应，这就极大的增加了安全隐患。第二，变速杆套式，变速杆和方向盘一样，在冬天挂挡的时候让人感到阵阵寒意，于是各种各样的变速杆套式开始出现。在车主看来，这样不仅美观而且防寒，何乐不为呢？但这种套式一般为了可爱而累赘了很多其他东西，如果看不仔细挂错档了，那也是非常危险的。第三，放在后挡风玻璃旁的抱枕，这种抱枕非常常见，很多司机都在后挡风玻璃处放置自己喜欢的娃娃或者抱枕，并且认为这样不占地方又非常温馨，是个不错的好方法。但殊不知被放置在后风挡玻璃处的抱枕会形成盲区，阻碍车主在驾驶时观察后方，同样也非常危险。第四，毛绒地毯式脚垫，为了让自己上车时感到回家般的舒适，很多人会在车上放置毛绒脚垫，踩上去软软的非常舒适，但这个脚垫也是极大的安全隐患。一般这类脚垫都非常的柔软，虽然让人感到舒服，但是也很容易绊住司机的脚，如果在紧急时刻因为柔软的毛绒脚垫而错失了踩刹车的机会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汽车是人的第二个家，但是千万不能把家里那些让人感到舒适的配件放到车上去，驾车时注意安全，回家再享受舒适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，以上配件也许会让你感到舒适，但是就不一定能为你带来安全了。